北京市第35中学，随着下课铃响，同学们收拾好自己的课本书包，离开自己的教室，寻找自己下一节课的教室。走班制教学，走班制，走班，走班上课，走班，走班就是每个人的课表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都不一样。你就是说，你上一节课在这个教室上，下一课要去别的教室上，就自己上网选嘛，想选什么选什么。35中学约有2000名学生，每个学生需要学习5门不同功课，学校每天可以安排8节课。在教室老师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如何让学生选到适合自己的课程？今天的计算机技术可以通过搜集运算这些数据，为每个学生制定出独一无二的课表。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大厅的意思嘛，就是说你不上课的时候，你就到那个大厅去待着去，就你自己干想干嘛干嘛。自主性学习。对对对对。周林是35中一人一课表的总设计师，此前一直在国外从事基础教育信息化研究。3年前，周林回到国内，为国内中学正在兴起的走班制教学研发排课软件。原来在行政班我们管它叫一班一个课表，那么走班以后就变成所谓的一人一课表，有2000多名学生就会有2000张课表，这就非常需要一个信息化平台的支撑。一人一张不重复的课表不能抽样提取，不以概率分析。支持周林完成数千张课表安排任务的，就是计算机运算能力高度发展后形成的大数据技术。我们知道5×8一共是40个课时，1000个学生，就意味着我一共有40000节课。那么40000节课每一节课有40种可能性的话，那么这个非线性的解空间就会有40的40000次方。那这相当于什么概念呢？相当于是我们在一个巨大无比的多维的一个非线性的解空间里面，要通过一个非常优化的一个搜索路径，要把这仅有的几个解把它找到。大数据技术可以对海量数据进行专业处理，挖掘出有效信息，但大数据带来的挑战就是无法用传统软件工具进行捕捉管理。周林团队需要建立一套算法，有效搜集处理这些数据。今天周林和技术团队来到北京35中，他们要就新学期学校提出的走班要求展开具体讨论。学生的选择权进一步扩大，现在一个新的需求就是开放学生选课，就是所有的选的科目的层次和他的老师都可以选，而不是说谁先到先得。排课的人你要了解学校的课程要求，学生的意愿满足率是高的，这是我的第一原则。第二，他的课表是不是科学？一共孩子3节自习课都排在同一天了，这是不行的。我不能说我连着上4节数理化理科课程，这是不允许的。选到老师了，那就意味着选到班了。那我们也不可能，我们学校的资源不太可能能够100%的说每一个学生都能选到自己的那个老师。就相当于100立方米的空间，如果只有50立方米的不规则物体，那非常简单，95
甚至99立方米形状各异的物体，要放到只有100立方米的空间里面来，就非常困难了。基于学生的选择，然后基于我们学校的这样的资源和一个最优的匹配，讨论一下这个算法的事情，能够通过算法找到这个最优的匹配，把课表排出来。通用的走班制排课软件大多集中在大学课程中，要在教室、老师、课时都非常有限的中学实行走班制，周林团队面临的难题就是要用最优化的算法搜集到有效数据，排列组合。如果一个七的七次方肯定是远大于四的四次方加上三的三次方，完全是不是一个量级的。其实虚拟层意思跟这个是一个意思，对吧？把指数问题降成线性，对，线性问题。一般会有三大类算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启发式搜索、基因算法、赢马尔科夫模型。我们不管是通过哪类算法来找，都是在一个巨大的解空间里面去找到一条极其珍惜的一条鱼。走班排课算法的这个优化这个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好几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很大的门槛。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们一个算法的小突破，有可能是在睡梦中产生的。资源数据与需求数据碰撞、排列组合，在算法的不断试验和优化中形成排课软件。现在排课老师只需录入学生信息，并按照步骤设定排课规则，排课系统便会通过强大的运算自动排出课表。是物理、化学和地理。地理、历史还有化学，生物、化学还有地理。更多的是自己的兴趣。因材施教吧，符合我们每个人的发展。科技发展对人才提出更高要求，科技发展也为人才培养提供新的机遇。理解个体需求，尊重个体选择，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就在一张小小课表得以实现。同质化、格式化的育人方式已经过时了，因材施教，满足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学生的学习上的需求，教育要适应社会的发展。过去无法搜集和分析的海量数据，在新的技术手段中被轻松破解。北京35中利用大数据实现了一人一课表，而数据赋能教育能让机器有足够的能力去了解每一个学生的需求，从而提升每个学生的学习效率，甚至起到替代老师的某些作用。成都市树德实验中学，这座有着80多年建校历史的学校，即将在几个月后迎来一场重要的比赛。这就是一个考点。以来自重点中学、平均教龄都在10年以上的高级教师组成真人组，和以学习系统作为机器的老师展开一场教学比拼。Of course not. 不可取代。还是比较有疑惑的，他在什么环境遇见了什么样的问题？作为老师，我会教给他你怎样去想，去引导他。那种感情的那种融合，这是在教学过程当中，其他的任何的机器，它肯定是无法替代的。在学习过程中，每个人有千差万别的知识盲区，不同人有千变万化的学习方法。科学家基于数学模型的计算分析，会把无法捕捉的个体学习行为变为算法统合下的一串串数据，通过数据与人的互动，机器能给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内容，让学习变得简单高效。
originally, again, 20 years ago, you could have a lot of data, but the models that you could actually apply to it might be limited because it's limited by the computational power, if you will. What adaptive learning can do that traditional education struggles to do is understand for each student what his or he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re. 厉浩洋是一名软件程序开发者，他和团队利用大数据技术研发出针对中国学生的学习系统。这套系统可以代替老师，给学生提供一对一辅导，成为了解每位孩子的机器老师。不久之后，这位机器老师将接受传统老师的挑战，在成都上演与传统教学方式的比拼。说用人工智能来代替特级教师给学生一对一的授课，别人都觉得好像是天方夜谭。但是我讲，人工智能在细分的领域其实已经可以做得非常好了。让机器当老师，厉浩洋首先要对知识进行数据化、结构化处理，将科学知识逐层拆解，拆分成上千万级别的细小知识点，并教会系统识别。错综复杂的知识点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知识数据系统。当知识点拆分得越细，系统就能更精准地找到每个孩子的薄弱点。那这个是我们初中所有的730个知识点制作成了一张非常大的一个图谱，那个中间密密麻麻的线就是我们知识点和知识点之间前后置的一个关联。比如说一个二次函数没学好，有可能是因为我这个理论当中的一个二次方程不会解导致的，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一次函数的某些函数思想没有学好导致它学不会，所以的话它这个关联是多维度的。融合了海量知识点的数据系统，依托强大的算法变成了私人定制的老师，可以实时检测学生，给予反馈。学生们只需要通过做题，就能精准掌握自己的薄弱环节。随着学生录入和更新的数据越多，系统就会生成属于每位学生的用户画像。我们已经不再是用传统的方法去做教育，我们一定要是用一个新的算法为基础的、大数据为根基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去做教育。你们可能就像武林高手一样，像成龙啊、甄子丹啊，但是现在我们在打造一个钢铁侠。六月春转夏，天府成都人机大战在人们期待中如期上演。来自不同学校的200多名学生被随机分配到机器组和真人组。接下来的3天时间，他们将接受完全不同的教学模式进行对比测评。和我是一个应用，那我看到这个学生通过学习之后，他有30个知识点通过学习已经变成掌握的状态，然后还有一个知识点没有完全掌握。测评报告就是学生他发现了自己的正答率，还有学生他正在学习的所有的知识点，不同的知识点上掌握的熟练程度是如何。我们就可以对症下药，也就是说这个学生他可能只需要5%的时间就可以解决自己所有知识点的问题。经过短时间的磨合，机器组的学生在得到与自己学习能力相匹配的知识点推送后，学习效率突飞猛进。3天后，经过专业部门的核算，机器组学生以平均8小时学到42个知识点，比真人组平均提分高出7.52分，获得胜利。比老师要了解好，因为老师也了解很多学生嘛，他只有了解一个人。咱们的个性化教育，感觉挺好的。通过这个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使我们这个教育教学更加具有针对性，也有利于实现这种精准化的、个性化的、作案化的教学。厉浩洋相信，随着数据量的增大和算法的优化，
机器老师将会表现得更加出色。对海量信息的存储和智能分析，让看似杂乱无章的个体学习行为呈现出背后的秩序和规律，最终提升学习效率。数据不仅可以被智能化管理，当围绕学生的各种数据可以在不同平台相互连通时，这些智能化的信息能够关联起与学生成长的各个方面，成为家庭、学校了解孩子的最佳助手。江西省上饶市上饶县北部的石人乡是典型的南方丘陵地带，山区阻隔，交通不便，这里一直都是全国贫困县。上课，老师好。同学们，请拿出你们的小拍拍。2016年，为了支持乡村学校的基础教育，由国家资助系统和平台，石人乡中心小学幸运地成为智慧校园的试点学校。教室里，老师讲台上的电子白板和学生人手一个 pad， 成为这座乡村学校最引人注目的标志。写完的同学可以按照他们的评分标准给他们打星。我们上课内容其实跟孩子的平板电脑是同步的，在他们写作的时候就可以拍照上传，可以评价其他小朋友的那个作文，及时反馈到电子白板上面，那老师也可以根据他们的作文进行讲解。这是一个书，还有吗？那我们现在这个平台是用云端的技术，云端上能够把我们的所有的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储存、服务啊，我们的服务器都是在云端上。我们把上饶县作为一个第一个很重要的试点县，那么很快的全县就覆盖了。全市的部署到2017年的上半学期结束，也就多少？智慧校园的云端服务器融合计算、存储、网络为一体，老师的电脑、学生的 pad、 家长的手机、学校里的各种电子设备，整个上饶市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实现数据的互联互通。今天升国旗仪式，刘梦丽代表4年级2班进行国旗下讲话。严格自律中体会的良好的秩序带给我们的真正的理由。刘梦丽是一个比较内向腼腆的孩子，有时候会压抑自己的那种欲望。在传统教育中，一位老师很难在有限的时间里关注到每一位学生，学生除了课堂也很少有机会与老师亲密沟通，而相互连通的数据平台可以打破时间空间所限，增进师生之间交流。已经上完1、2单元了，那全班的错题率是18%，功课率为10%。这里呢就是每位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那我可以根据他们的伯乐相进行针对性的辅导。那也有学生也找我说说他们的心里话，比如说这位同学他可能犯了一点小错误，不敢当面跟我道歉，然后呢他就可以跟我私信然后跟我道歉。智慧校园不仅让学习变得容易，更重要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数据累积，它能细致准确地反映每个孩子的情况，便于老师、家长掌握孩子的变化。实际上，某种意义上，它是带有一些大数据分析的这么一种功能，它可以看到每天的各种各样的活跃程度，啊，看到每天同学们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变化，啊，作业的布置、上网的查询的情况，家长们在这个班级圈里头啊发各种消息啊等等的这种动态。数字方式的连接可以弥补情感的缺憾。对刘梦丽来说，学习派最大的意义是可以让在千里之外打工的妈妈看见自己每天的学习和在学校的活动。
每天多少再累我也要看一下，嗯，都能掌握小孩子学习情况嘛，这样子对他自己也好，对我也好，跟他关系也搞好了。都已经关注了这个班级圈，那我刚发了几张照片，有几个家长已经给我们点赞了。家长就可以通过手机端跟我互动，嗯，他们有些时候会向我提问，比如说刘梦丽，他就问我上课有没有举手呀，课堂表现怎么样。像我们传统的表扬，你就全班给他鼓个掌，竖个大拇指就没了。那我们现在这种表扬是有那个数据统计的，可以反映到后台。那老师随机抽取还是？老师抽两个女孩，两个男孩。看你们的速度啊！5、4、3、2、1。不住的往上。尽管还有些羞涩。但刘梦丽已经可以勇敢地在课堂上表达自己。数据平台上的点点滴滴化成了小女孩。是个互动性，那么学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会产生很多问题，啊，在他产生问题的过程当中，老师就要组织互动，组织同学之间的互动，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像这些东西呢，都是信息化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条件。人是孤独的个体，也是最独特的个体。200多年来，高度标准的工业化教育体系。注定只能对群体中最突出的个体加以关注。而今，借助计算机对海量数据的提取分析，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科学判断，接受适合自己的建议，获取属于自己的温暖。技术不再是冰冷的工具，它与人文关怀殊途同归，关照到每个个体，读懂我们，陪伴我们。